我们之间除了当兄弟，你还想当什么？伟军，我说停下来，听到没有？哥要做，老爷说。哥，我终于做到了。小伟，你不会是一个人的。你不用自己一个人撑着，我可以照顾你跟小宝。小远他喜欢男生，该不会小远喜欢的是你吧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的人是魏田，我喜欢我哥，给我滚！你们是兄弟，搞什么鬼啊？听我说，对不起。